我们的仪式呢马上要开始了。为了对国家的效忠，对元首的尊重，我们全体肃立奏国歌。马里亚吉达巴萨玛萨玛巴迪利文多亚亚勒嘎拉布。最后，以及我们的 VIP 呢，也马上的就坐哈。全体理事也马上就坐哈。有请我们的大会主席刘步。是的，今天晚上呢，宴开一百零五席，开满。给自己跟给大会个掌声好吗？谢谢。来个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大会主席。尊敬的吉隆坡交通局国会议员陈国伟同志的代表，尊敬的五个屏障区国会议员方桂伦的代表，尊敬的斯里克曼安沙登区州议员王世奇同志，尊敬的达西拉杜斯里拉蒂斯里拉杜拉杜拉蒂拉丁，媒体的以及企业家的好朋友，来自世界各地的龙狮界的朋友，各式神庙的代表，以及千里遥遥的世界各地的领导们，有中国的，中国在哪里啊？有没有啊？香港的也是有啊，越南、泰国、柬埔寨、菲律宾，以及新加坡，我一一都说不完。感谢大家今天晚上抽出宝贵时间来见证今晚盛大的晚宴。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大家晚上好，今天是个大日子啊，也是我国马来西亚国家元首杜丹伊布拉欣，我们的苏丹拉第17届元首登基大典，所以呢，高层政治人物呢，全部都已经跑去那边
前往我们的岩手府，一同共同的见证历史一刻。我们也是恭祝岩手登基万岁万岁万万岁啊！啊，国泰与民安。今晚也是我们慈长街汉少堂文化体育会庆祝第六届关平太子千秋宝塔举行这15周年的慈善筹会活动基金年番晚宴，感谢大家的出席。我在这里代表本堂感谢两位前辈啊，这高皇族的领导是创办人永久民意主席李清进，李清进啊，我们的执掌前的甘敏培啊，副秘敏啊，来了，感谢他，他是我们的创办人啊。还有我们也是感谢我们的永久民意主席陈少前，我们的佛警郭秘长，佛警杨秘长啊，哎呦我，摸一都我讨饭了 ，OK， 那么有他们。有他们才有今天的汉少堂啊！这两位老大，我们给他们掌声好不好？在此感谢本堂永久民意顾问，拉多斯利陈春华博士，我的老朋友啊，陈春华啊，也感谢本堂筹委会主席啊，钟金华筹委主席在哪里啊？钟金华。以及本堂的顾问团理事们，劳苦功高的伙伴们，辛苦大家了，可以给我们的伙伴一个掌声吗？慈长街汉少堂文化体育会是由一般当地的吉隆坡慈长街以及文化街为拐仔行啊，大家都知道是了解没？以前龙虎堂的啊 ，OK， 那么就是由这个。爱思的好者宗志已经创办了，不知不觉已经有15周年的历史了。本堂也是在鬼仔乡，尽管什么疫情之间呢，都已经办了2次了，还是在慈场这一带。那举行这个经典呢，定位就是鬼仔行啊，大家有没有记得鬼仔行的名字？那么本堂呢，经过多年来的经历，传递的威扬优秀的中华文化舞龙舞狮，包括每逢2年举行的终神游行啊，本期活动随着疫情大放，本堂决定恢复每2年一次终神游行啊。这里配合三大民族的不同文化的集会活动，推广我国各民族和谐共处啊，各民族的文化各有特色的多元种族的特别文化之处。最后本堂也感谢我们的迪拉公司老板啊，那都刘国前啊，刘国锦，谢谢你的赞助全场的今天的美酒，有看到茅台的就是我们的那都刘国锦啊，多多支持一下。也感谢我们今天的筹委会主席龚金华，乐捐了1000个书包给予我们一学校的一个班主任啊。也在这里感谢社会上的一些热心社团人士全力支持本堂，今晚宴会也进行了多点物品，包括洋酒、金标活动。有金标活动也是为了要赞助本堂筹委会。活动资金，感谢大家出席，工作大会圆满成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的出席，谢谢。感谢大会主席拉多斯利钟耀布博士。好，继续下来，大会将会邀请啊一位贵宾呢，他是来自沙登区斯里格邦安区的周议员 YB 王思琪上台致辞。来，有请我们的 YB 王思琪来个掌声欢迎。
们的主席达杜斯里中药副博士，那么所有的啊，我的同志应该是代表我们的啊维密邦归伦一起来的，所以我的同志 Eric， 然后所有的女士们、所有的贵宾、所有的嘉宾，大家晚上好。首先非常感谢汉松堂邀请我来今天晚上的宴会。我听主席讲说，今天晚上是有105座，差不多有100个社团在这边，所以非常的感谢大家。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尤其是我们的社团啊，是保留我们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最主要的推手。如果没有在座的每一位，如果没有这105座，如果没有每一位坐在这个位置上面的人，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应该没有办法传承下去。所以给各位自己一个掌声好吗？那么这个文化之所以能够传承下来，当然有赖于各位前辈们一起的付出。当然我也希望，我也觉得现在的这个中央政府、团结政府以及我们雪龙嘛，对，我们都是两隔壁，其实都是同一块土地。那么我相信在我们中央政府和这个雪州政府的努力底下，大家继续的发扬这个文化，华人文化，我们也会一直的给予协助，因为百花齐放的马来西亚才是最好看、最漂亮、最和谐的马来西亚，对不对？所以呢，感谢各位。那么当然，我想我们的合作、我们的配合，不仅仅在于宴会上面，我来你的宴会，你来我的活动，但是有更多更深层的一些活动、比赛，甚至是一些推广，是可以一起互相配合的。那么，那个中央政府我没有办法，也没有那个立场去说了。可是，在雪州政府呢，雪龙，希望以后我们在雪州办的任何有关于我们华人文化的一些比赛、一些活动，都可以得到在座的每一位，无论你是来自吉隆坡还是来自雪兰莪，都可以一起参与。当我们的活动越办越大型，当我们的比赛越来越多人参与，那么这也是我们更容易去推广，也让政府看到文化的美妙。所以在这里我恭喜大家，祝大家今天晚上呢不醉不归。但是如果真的醉了，因为这个郎酒不是那么容易下头的哈，挺上头的。我带了那个外套来，结果那个外套没有用到，我现在冒汗了，我才喝了两小杯。哎，惨了，我自己讲我喝了怎么办？以后每个宴会都有，那每个宴会如果要我喝酒的话，那么就准备白酒吧，对吧？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稍微有一点醉意了，那么早败家，我们大家都要平平安安、安安全全的，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 YB， 我们有请 YB 请留步。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的大会主席呢，南都市立中药副博士上台为我们颁发纪念品给我们的 YB， 有请。虽然呢，今天晚间呢为客出席的不计名堂的国会议员，我们外立方桂伦，我们有请代表郑鸿杰先生上台领取纪念品。
赖区国会议员外密陈国伟也是会客出席，我们有请他的代表民生大上台领取。谢谢，感谢两位的代表。好，请接下来呢，这边有一项特别的，也就是来自一般香港的兄弟们，我们就请我们的主席请留步，好，有请我们的 YB 呢也留步见证哈，见证一下。我们邀请来自香港的一般兄弟，将会呢赠送呢一个纪念品给予我们的大会。我们有请香港的朋友，你在哪里？香港的兄弟。香港，来自香港。好，我们将会邀请我们来自香港的朋友在哪里啊？请留步，我们将会有一个简单又隆重的击鼓跟开幕仪式将会进行。首先呢，我们将会有请我们的剪彩嘉宾 BB 蛋啊，有念到你的名字的，马上的自动上台来哈。我们将会进行一个简单又隆重的一个开幕仪式，来有请 BB 蛋。接下来是何志明先生，未来。重庆香辣包代表，未来重庆香辣包代表，大只鲜鱼头，大只鲜鱼头代表，雪兰莪不变不能动的金兰联谊会代表，雪兰莪不变不能动金兰联谊会代表，马中传统文化联合总会代表。马中传统文化联合总会代表，有念到您的名字，请上台来。工作人员请安排一下哦。工作人员请安排一下。来，继续下来的是来自南斗林黎辉，吉隆坡何清源华裔俱乐部代表，吉隆坡何清源华裔俱乐部代表，来自 Transpac Management 代表。Transpac Management 代表，
Management 代表 ，TV Best Event Management 代表，来自香港茅山黄法汉体育会代表，香港茅山黄法汉体育会代表，来自中国洪顺堂代表，中国洪顺堂代表，来自越南周馆仁义堂龙狮团代表，来自越南周馆仁义堂龙狮团代表，南部陈国展展展，南部陈国展，我来也我来也代表，南部刘国景，南部刘国景，肥肖肥红师傅，肖肥红师傅，邓炳才师傅，邓炳才师傅，南部杜景为绅士，南部杜景为绅士，本会法律顾问张丽萍律师，本会法律顾问张丽萍律师，马来西亚山川富力联联谊总会长陈三陈生吉仁兄，马来西亚山川富力联谊总会长陈生吉仁兄。你接下来是有请记录嘉宾，也就是我们的在台上的大会主席，南都市立中药部博士，筹委会主席钟金华先生。来 ，TS Best Event Management 代表在现场吗 ？TS Best Event Management 代表 ，Transpac Management 代表 ，Transpac Management 代表，筹委会主席钟金华先生，大会顾问兼本会永久名誉主席李庆进先生，李庆进先生，大会顾问。顾问兼本会永久名誉主席陈少群先生，本会顾问兼本会永久名誉主席陈少群先生，解州市立革方案中区州议员也是在台上的外币王思琪，不必为当的国会议员外币方桂伦代表郑宏杰先生，本会永久名誉顾问南都市立陈春华先生，南都市立陈春华。交代区国会议员外币陈国维的代表林森旦，到齐了吗？我们的贵宾，在台上的贵宾已经到齐了吗？有谁有念到名字还没有上台来的？永久本会的永久名誉顾问。赖荣巨先生，打完，赖荣巨先生，还有另外一位名誉顾问林万成先生，林万成先生，卢永杰先生，卢永杰先生，廖胜发先生，廖胜发先生，何天元先生，何天元先生，钟永乐先生，钟永乐先生。陈彦龙师傅，陈彦龙师傅，以及我们的名誉顾问吴国成先生，本会的名誉顾问吴国成先生，南都钟建华，南都钟建华，何志明先生，何志明先生。代表，有请天上人间 M18。
代表。好，我们的台上的嘉宾准备好，待会呢，我数一二三，我数一二三，我们的鼓呢就马上响起，咚咚咚，然后呢，我们就大会的简单隆重的开幕仪式就正式开始啊！好。今天是慈长街汉寿堂文化体育会成立15周年纪念兼筹募会所基金主办的慈善晚宴，我们的简单又隆重的开幕仪式马上开始，一、二、三，开始，给个掌声好吗？全场的朋友，我们恭祝汉寿堂一飞冲天，百花齐放，千秋百世，万火相传。好，谢谢。我们马上呢，在紧接下来不会进行一个切蛋糕仪式，庆祝我们的大会15周年纪念。来，我们马上的把蛋糕给请出来。蛋糕在哪里？蛋糕在后面是吗？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马上把蛋糕请出来，然后嘉宾，我们的嘉宾一起来，都能庆祝一下。来，跟我们的会大会的主席来一起来，好不好？来来，蛋糕来了。音响处准备那个。Happy birthday, 15周年 Happy birthday, 我们的汉寿堂成立15周年纪念。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一飞冲天，百花齐放，千秋百世，万火相传啊！今天的场面非常热闹，我们有来自香港，来自越南，来自柬埔寨，还有来自我们的中国，还有来自新加坡，还有来自我们的全马各地的醒狮团代表啊，龙狮、龙友都有啊。非常感恩，谢谢你们。好，谢谢。拍个照吗？好，拍照一下，好，来。好，笑笑没烦恼，来跟着我们的镜头笑一笑，来。难得这个百年一见的这15周年纪念，全部在记载这边，我们的嘉宾们，谢谢。好，谢谢，我们有请我们的嘉宾们马上的就坐，继续享受我们今天的晚餐，谢谢。的是降龙开光仪式，我们有请我们的降龙的
开光的两位嘉宾，我们有请马来西亚艺文龙狮体育会的代表。再有请南投市立陈春华太平巨生，有请这两位呢为我们主持降龙开光。工作人员把降龙准备一下。工作人员马上把点睛的笔呀准备。艺文龙狮体育会的代表。艺文的代表在哪里？好，我们的南投市立陈春华太林巨生邀请我们的 YB 三位 YB 上台来一起见证。我们有请 YB 王思琪，还有两位 YB 的代表也一起上台来。春华太平巨生将会移交一笔的现款给我们的大会，我们就请我们的大会主席建林，然后有请三位的 YB 见证。让我们的降龙起舞，来，马上准备。准备了吗？两位嘉宾，当我念熟呢，你们就马上的下笔点睛。好，一二三，一点龙头，灵光显威严，龙头，再点龙双眼，二点龙双眼。豪光照乾坤，点龙角，福山河安社稷，点龙腮，威四面镇八方，点龙鼻，
以此点龙笔，便善恶百味香。点龙口，无珍珠光十方。来，我们就来点龙身，点龙身，横九霄游四海。龙身比较长，来，我们慢慢的点。点龙角，驾祥云游人间。点龙角，龙角，龙角，大地，大地。点完龙角，我们就点龙尾，呼祥风唤瑞宇。点完了龙头、龙尾、龙角、龙腮、龙鼻、龙口、龙身、龙角、龙尾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点龙珠。降龙伏珍珠，十中共中原。我们同心协力，一团和气，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祥龙起舞，如意吉祥。我们恭祝点睛人步步高升，万事如意。来，我们马上起鼓。
经过点睛开光过后呢，真的是生龙活现。